教你们一个东西好不好？趁开台的时候没什么人，我先看，我先教你们一个东西。因为先进来的人代表说你是忠实粉丝。我教你们一个东西，叫做你有看过努努吗？伊闪很多人不会弄，对不对？我教你一个必中百分之百中的招。你看很多人在弄的时候，他不是伊闪的技巧就是先放一技能，然后再放闪现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很多人是这样子用拉的，这样子的命中率会有点低，因为呢，拉出去的时候你闪现再拉出去就晚了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你今天如果用暗的，因为你就想哦，瞬移它是怎样？它是跟着你的人的方向，你直接点的话，它是跟着你人面向的地方直接瞬出去，对吧？人面向的地方 ，OK。所以我今天如果转这里，瞬移就会一直按，我直接按它就会这样，它就会长这样，对吧？我们就利用这个特性，一技能释放的时候，人物刚好会转。你看，我放这里，人物就面向这边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我今天就是一技能之后立刻瞬移，百分之百就会命中。我会，但是很常失败。我现在就是教你百分之百成功的技巧，放，就是这么简单，有没有？我回来了，这么简单，放。什么？我会教大家用雨伞啊，一大堆人不会用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呢，你的阶级就是比如说二技能的时候，雨伞过去，然后咒回来，再踢一个，阶级本阶级就是这样，二技能。然后这样子就可以破坏敌方阵型，有没有？你很棒，有没有？就是这样子，他会直接从中路，然后一路被你这样踢下来，而且他会反应不及，快了吗？就是这样 ，Let's go。所以你可以把你的理想型讲出来吗？外表顺眼吧，个性价值观要跟我能够契合，还有什么？我喜欢独立的女生，但是。我的独立不是说我就放生你，你想干嘛就干嘛，就是我不会理你的，不是，是我希望他自己可能有自己的想法，或是一些抱负之类的，有目标啦。简单点就是他有目标，但是他需要我的时候我都会在，他需要我的时候我都在，不是说我如果就各过各的这样子。啊，今天讲那么认真干嘛？所以我决定呢，我还是看看玉的照片比较实在。没有，没事。我可以急走，哇，你好坏！哎呦，厉害哦！不错，这场打你来我往，我来你，你来什么？我来，你来我往，对，你来我往。我有飞太远了，哇，头爆掉了，哥，哥不要，哥跟我的血不是很对，他是等，我是觉得我要离开这，快走，要被留起来喽，我跟你讲，有个蝙蝠冲在，要过来撞我。我觉得会死人呢、欸，哥不要，哥可以了，哥，去死啊你！看到没有，我这一闪，这就是我刚刚教你们的，然后利用被动，不多说，这拉姿太强，我的天，来了。哥来了，等一下，我这拉姿不多说了吧，跟鬼一样，我只能这样讲。上这把，我看情况要不要打，要不要阿神他？不过目前看起来是不用。哇！哎呦，死了，那没办法。那一闪就是很好用的原因，是因为它可以立刻破坏阵型，把对面全部吸回来。我靠！靠！最衰！哦，超衰！不是，为什么我一个
我都没有啊，太扯了吧！我干那亏也不会逃。哦哦。踢回来，哎呦，这有我的了。没错，有帅到就好。OK， 超肥耶 ，Yes， 没有人，没有人。check 一下 ，check 一下。好多冰线，好好吃，好好吃。还有人拉兹，真低秀，但是没办法，我拉兹就是这么强。我打太用力了，我不小心把那龙马血耗爆 ，sorry， 他血瞬间爆开，不是调缸，我刚其实是想要直接把对面给灌飞啊，但是，看会不会有开图，他的位置被我猜到了。嘿嘿，我跟你讲，我又有一闪，马闪、一闪都可以，都没差。马闪、一闪都没差。一闪是拿来破坏阵型的，然后把人家推回来。哟，人来了，人来了，对面很快。好像有局耶、欸，好像有局耶、欸，这个海雅在这边，好像是可以吃的。只是要有人来扛，扛不住。哎、欸，人来了！哦，我不急着交闪，因为这边位置很差。这个带兵线喽！哎、欸，他出来送头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那结束了，神秘啊！去哦，是啊是啊。他怎么不在后面狙啊？他竟然出来送头，那是没办法。是我就在后面狙了，只是我手会抖，所以我应该狙不到。耶，休息喽，拉兹真的秀，没办法。各位辛苦你们啦，感谢你们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